意问答。今世开悟后往中极乐世界和没有开不今世开悟后我中临终往生极乐世界和没有开悟往生极乐世界有何不同呢？记住了，有不同的。没有开悟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实际上他也是小开悟。他开悟到天上之后，他会在那个七宝池里洗个澡，然后呢，实际上把他的肉身的一些业全部洗掉，很干净。他到了天上才开悟。还有一种呢，已经在人间大彻大悟，这叫涅槃，明白了吗？像佛陀，他在人间都是涅槃的，所以他大彻大悟啊，正等无上正等正觉啊，他正果了，已经在人间正果了，所以他上去他就菩萨，他也不要洗什么，他完全清楚的，很干净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啊！哦，谢谢师父开示。